哦，神将啊，教典那是南极仙翁，南极仙翁，田寮勇和宫，哦，就是台湾丝路所在的那个村庄的庙，有供奉五虎千岁、代天神兽五虎千岁的大王公、李王公、三魔公、五虎千岁里面，李虎千岁、慈虎千岁、五虎千岁，也有供奉太子爷公，也有虎爷公、哦，虎爷公。虎爷，然后虎爷虎后牙公，哦，神教很美，制作神教很有名啊，台南虎城的，永川永远的永，四川的川。